鉴于你基础太薄，底子太差，训练计划恐怕会旷日持久。不过，你绝不可以懈怠。 我写了个样子，请少主效仿。其实我的形制在新川那也行。有劳郡主。真不错，能得三分了。继续吧。 少主，在完成计划前，还请少主勤勉，不要只顾着儿女情长。不是，我是在找你。我刚巧有了一个还上金川欠款的想法。既然有了想法，杵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写奏折？是。 算错一个数，也就一个而已，没有人会全对呀。我来示范一下，我却从来没有错过。 元气生厉害，三把锁。我说过了，为了身体健康考虑，以后禁止宵夜，子时前必须入睡。宵夜，我不吃那个的，是狗想吃。 百福想吃，所以我就过来。全府禁止宵夜，百福也不例外，跟我回去睡觉。